欢迎继续收看最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草屯镇三卡社区，这次是头一届参与南投县社区发展工作评鉴。在活动现场，除了结合虎山国小共同表演，展现学校甲社区的好感情，更有社区各项课程的成果演出甲展览，希望会当呈现社区的活力甲特色，得到好成绩。在哪里见过你？由虎山国小带来精彩演出，为这届山卡社区评鉴热烈开场，展现出学校甲社区之间的好感情。在这届评鉴当中，山卡里内所有领奖其实全部出席，展现社区的团结。理事长更有要整理社区环境，无说伫跋倒受伤，实在是看得出社区的用心经营。在咱的工作小站长也是吼，啊，有我滴落，我想能甲救落咧。啊，救一个伤过头的，啊，人就连累，连累有啦。虽然受一挂伤啦吼，啊，但是还阁算，还阁真幸运啦。山卡社区上大的特色，除了有由退休老师所组成来辅导弱势学生课业的 K 书中心，进行日头底班，以及每日当母亲节所举办的洗卡类活动。啊好，你刚才咱都找到咱的较愿意讲付出的这些老师，尤其退休的啦吼，啊，拢来这间到辅导课业辅导。那你开始做亲戚啊，阿妈过来，两代、三代、四代，这个囡仔吼，要来甲咱妈妈哦来洗卡，这个洗卡礼，吼，咱甲人咧办的拢较无同。参与社区评鉴的目的，都系当互县内各社区透过比赛来互相观摩进步，也就评鉴委员的专业来保持社区的优点，找出缺点来改善。包括它的优势、劣势啊，机会跟威胁哈，你要做一个总体检。才知道说我哪里比较不足啊，希望说借有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评鉴哈，也是透过良性的竞争。我们都知道理事长他们也都会去啊观摩其他社区发展的一个状况哈，其实这样是非常好的。以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社区评鉴来讲，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了啊，也有很多人投入在这个志愿服务的工作里面，因为社区如果没有大家来投入志工，这是就不太可能去实践。不过将来呢，希望有这么好的设备跟人，这个关怀据点可以慢慢再扩充，服务的时段可以再多多再增加。然后对于妇女方面的工作，尤其是这个社区里面有七十几位新住民的朋友，那尤其在这一方面可以再多关心一点。头一届参与社区评鉴的山卡社区是全部总动员，以着各种多元的方式，展现社区的特色跟活力。唔忙会当伫县内比赛当中得到好成绩以外，也再度让大家看到社区的实力。记者陈柏多。